你唔会怪我迟把迟为，瞒住你揾苏菲入股嘅事啊？要怪你？比起之前，仲耿耿于怀。你以为呢？早几日租店问我仲有冇嬲你，我先发现，唔知系咩时候我已经唔再嬲你啦。佢话做卧底有时会身不由己，戏假情真。其实我一直都好想知道，我话如果我当年唔系感觉到你情真嘅话，又点会对你死心塌地啊？谂真啲，真系少女不更事，系少女情怀啫。真的可以不顾一切，我仲系太过思前想后，所以你的人咪唔够浪漫咯。不过理智都有理智好嘅，多谢你一啖砂糖。往事如烟，感觉好奇怪，讲唔出。Ada 都有问过我，当年有冇动过心？我觉得你做卧底最悲哀嘅就系，如果唔放真感情，对方唔会投入，但系明知呢啲感情唔会系真嘅。最慘時間長咗，就好混淆，係感性同理性嘅把持，要有一定嘅功力。你把持得好好啊！喺庭上指證我，只有一次都冇探過監。往事如烟，个感觉好奇怪，讲唔出。今日真系好开心，我哋大家可以讲同一句说话，个结真系打开咗啦。我真系接受到你系一个卧底，唔会因为你嘅工作而嬲你。虽然只系工作。但是都是有点内疚。得了，知道的了，不用说。其实这句说话应该在我未释怀的时候说的，现在会不会迟一点呢？这样也好过不说吧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们认识成二十年了，我们现在的关系是最好的，没有机心，没有杂质，又互相信任，个感觉真系好好，所以当日我申请唔再做卧底嘅决定系正确嘅。你都年纪大啦，做冇咁嘅魅力咧？啊 ，Paris， 今次真系惨啦，单嘢越搞越大，今次仲做埋封面添。咁咪仲好，佢咁中意出风头啊，而家咪一举成名咯。啊，咁收家，如果俾咗系我啊，我一定成日搵窿捐啊。咦？恭喜曬你喎！你成日想搏上位，而家全香港識你啦。呢期你威曬喎！你想點啊？冇，想教正下你啫。呢個世界咧冇免費午餐嘅，你做得古惑仔條女啊，就預咗俾人拉噶啦。你講完啦。
喂 ，Paris 啊 ，David 啊，点啊 ，David？ 有冇时间出嚟饮杯嘢啊？多谢你话俾我知，原来律政署想揾我入刑事检控科。我以为上次外判都系 one off 噶，真系冇谂过去长做。同你咁 friend 嘅话你知啦，但系上次表现得好好，所以我老顶咧好希望你可以加我哋律政署。但其实我最近好多负面新闻噶，点解佢哋睇中我嘅？佢就系睇中你同社团嘅关系。咩意思啊？你好熟悉有组织罪案以及三合会嘅打官司手法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有你加入我哋刑事检控科，对我哋嘅帮助会好大。Paris 啊，如果你想喺事业上高有新嘅突破，律政署呢个 offer 系一个好好嘅机会。不过要睇提你，有一啲事情必须要取舍。当然啦，如果我入得律政署，我就唔会再帮义峰做嘢噶啦。我意思唔系咁简单，我老顶好希望你喺私人关系上高作出适当嘅调整。我谂我明白你想讲咩嘅，你俾我考虑一下。呢排好忙咩？都揾你唔到嘅。系啊，好多嘢做。咁梗系未食嘢啦，买嘢俾你食。跟住我，但系我冇咩胃口。冇胃口都食嘢啦，点我嚟？咩事？冇咩嘢。睇我帮唔帮到你？政署揾你过档，系，佢哋好满意我上次做外判嘅表现。去咩律政署啊？帮我咪得咯。但呢个会系我事业上好大嘅突破。咁你知唔知个突破系要付出代价？凡事都要付出代价噶啦。如果你去咗律政署，即系代表你唔可以再帮义峰做嘢，更加代表你唔可以再同马伟埋一齐。你明唔明白？我唔明。我唔知，我唔想谂。好，唔使你谂，我帮你谂。唔好喺律政署，留喺我身边帮我手，一样大把钱同大把钱赚，就咁决定。你根本上都唔明白，由始至终都唔系钱嘅问题啊！你知唔知嗰日喺拘留所心情系点？我有几咁惊啊！我一直以为就算帮黑社会做嘢，我唔会上身，但原来唔系啊！原来我会有事，原来我都会坐监啊！我真系唔想好似我爹哋妈咪咁啊！咁有我喺度，我会保护你，我唔会俾你坐监。你点保护我啊？嗰日警察拉我嘅时候，你喺边？你自己自身难保啊！我唔想因为帮黑社会做嘢，搞到我要坐监钉牌。我唔想咩都冇晒，打回原形啊！但我同你喺埋一齐咩？我每日都要冒险，每日都要担惊受怕，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听日。而家系咪真系有前途？唔理我哋嘅将来先，完全系你啊！你会唔会为咗我唔去做古惑仔？你而家睇紧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